这里就会练到内侧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你为什么不看？你为什么不看？看 monitor， 画面 O 不 OK 啊？我很希望你是我的风，我渴望空穴来风。这可以播吗？讲那些，真的会搞，蛮直接的，很好玩哎。那你喜欢吗？风尽量不要往那吹。我站中间很尴尬。好，第四个是什么呢？一周三次以上外食，肚子有三层。真的。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嘛，你外食一定是希望你好吃会再去吃，那要怎么样才会好吃？高油，就是高油高糖跟高纤，真的。那这些东西热量高，而且对健康很不利。那你看堆在肚子，是不是就是表示说你要肚子的肥胖是对健康是最不好的？对对，像我自己这样瘦巴巴，其实我会担心我肚子有，又特别是我没有生过小孩的，你就会担心肚子有三层肉。所以我最近其实有在练那个核心，我除了就是这样子撑地之外，我还有这个健腹器，它是有 ABS 系统，就是有自动刹车系统的，它是模仿车子那种刹车系统。然后买回来它是这样子逗，你们一边把手，然后另一边把手就这样子咔啦弄进去，就很好收藏。底盆这样子，然后呢，它这个梗跟这边有没有有一个大拇哥可以扣的地方，就让你比较好施力。然后呢，我买的时候还有特别配一个这个垫子，它是这样子垫膝盖，让你你就不用用瑜伽垫，你就直接双膝跪在这里。然后女生垫的话，我除了这样撑完地之后，我就会开始这样练，因为它有 ABS 刹车系统嘛，然后它又是绑那个车子轮胎，好性感，所以你自己弄上去这边，好性感。你会感觉到这边腰跟肚子核心真的有痛到，对啊，弄到底这样子推，到底到底不行啦，好威哦，你到那边停一下，到底很累，你没有，你到那边停一下，你要停，你要慢慢来，停停停停，不是这样才有用，停，再一个再一个再来一个，再一个为什么这样才有用？让他看啊，为什么？专业为了观众啊，为什么？停，要停，停。好累，又又不能讲话。然后我通常都是撑完一分钟之后再坐这，你会发现你这边真的变得很结实。像我们生完小孩皮都是那个软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练肚子真的有差。我不信，我看，我们要看。翻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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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哭啊！不然你们不要播，你去后面给邱医生看。我不要给邱医生，医生比较健康啊。不行啊。哦，那会不会很重啊？你怎么？它就是因为它要有重量，你才不会滑出去，就是安全的设计。而且是可以拆的，对，它是可以拆，就收纳方便。然后这边又像它像真的轮胎，就是有指滑的，你不会担心危险。我看你拆下来是很轻松吗？就是这边有一个扣子啊，因为它那个拆下来，另外一个然后这样子拉起来就拆掉，就可以收起来。对，就很简单。万一你那个等一下收道具就少了一个，最后看到在线包包里面，我拿这根干嘛？在加骑摩托车的手把，那个很重，其实还好是骑的，那个是重的，因为你一定要有重量，你这样滑出去才不会滚出去，蛮重的哦，可是比较安全，就是安全，骑摩托车用啊，这种很干，对，走一走吧，对，哎，是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在包包里，我在想这个卫生纸包着，卫生纸包，刚刚卫生纸包，障眼法的意思吗？对，那其实哈，对，让心情开心也是可以帮助瘦身，真的是好，对，所以我觉得。对，优米说说，那像我们上班族一定都是吃外食啊，根本就没办法，因为你回到家累得要命，然后可能自己带便当，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就是方法是外食吃了然后不会变胖的。对，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讲说可能外食少油少盐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大家可能在选择这些材料，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会吃什么生菜沙拉，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是比较正常一点的话，你是外食主，尽量还是以那种比较新鲜的、新鲜比较有温热的菜为主。不过大家会想说，这样子的菜是不是带去办公室啊，或自己在家里做会很麻烦？那我今天有做来是很方便的，对。你就可以准备这个所谓的焖烧罐，所以焖烧罐很方便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就把这个叶菜类呢，像需要准备叶菜类，把它放进去。哇，这样会熟吗？塞满满。对，放进去之后，然后我现在准备这个是那个热水。哦，刚才他明明有热水不提供。生菜。大家找半天还要这个，直接把它加进来。对耶，对，他刚明明。
明就有热 水，不让我泡奇亚籽哎，而且这里有容器可以泡啊，还是我的 Hello Kitty 也不拿出来。热水泡奇，那是很热的热水，它这是滚开的，对，滚开的。奇亚籽不能，老师没那么坏心。奇亚籽不能泡滚开的热水，因为它营养成分会流失掉，真的，所以只能泡温的水。专家，真的啦，这是 Sam 老师，真的，只能最好是泡温的水就好了。老师好厉害，就吃那一片叶子。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是教简单的方法，这样摇一摇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水倒掉，是烫青菜那种。对对对，很方便。就保温杯做菜，其实现在还蛮流行的，都是去野餐啊，或者在外面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水倒掉，你不要烫到哦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哦。哎呦。然后弄点酱油就可以吃了。倒掉之后啊，你看我就准备。去 Seven 不是比较快吗？保温盒，对，没有，只是说有时候你在家里的话，哎，烫好了。啊，先放一片进去，怎么变那么多？因为我刚有先放。我刚有些那个是一样的道理。那你就放一些，如果说你要调味，你就加一些调味，那看你要不要调就好了。然后很方便，就把它盖起来。哦。盖起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摇一摇。哦，让它味道可以均匀。那味道看你自己啦，我觉得很方便。然后如果说你不要调味，其实你单吃菜它就有它的甜味在。哦，老师你要不要吃吃看？很好吃，真的啦。老师你怎么会对菜这么充满疑惑？不是啊，就是都要结束了是不是。好吃的。为什么要吃这个呢？因为就是它还是热的，然后它起码还是热。对，就是有些人他吃生菜沙拉嘛，它起码它是热的啊。哦。对啊，就是菜沾酱油。对啊，它是热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，这一个就是呢，你把鸡胸肉在家里先烫熟，然后你带到办公室也可以用微波炉。然后现在市面上，如果说你要调味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些黑胡椒粉。嗯。然后市面上还有在卖这种低钠的调味酱。哎呦。不过我只加了一小匙而已，这样这么一大包才20几卡而已。好低哦。对，那老师你可以试试看这一个。这个肉我可以吃。对，它就是纯鸡肉，然后加黑胡椒。一小匙就有酱哦。对，很入味。一小匙，老师你试试看，很好吃。不过这有点冷掉，因为我刚刚就弄了。很好吃啊。OK。对啊，有味道啊。可以。对。那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可能像蔬菜，然后还要准备像你可以带番薯，好，淀粉，地瓜，对对，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些蔬菜跟蛋，对，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就可以用微波的方式，然后就可以就是蛋白质、淀粉，然后跟你所谓的鸡肉里面的这样子营养均衡，营养均衡，健康，对，可是哎，邱医生啊，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子是没错，就是可是你不觉得吃如果每天吃这个会心情很不好？但我觉得瘦身最主要就是要开心快乐。如果外食来讲，肚子会有三层肉，就会相对可能我们就会变成我们要讲究它卡路里要低。可是有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以不要去 care 那个卡路里，但是我们外食可以吃到我们会开心的东西，但又不会三层肉。像 Sam 不会啦，就是 Sam 的这种概念，我就不要他这种方法啊，就是不要这样泡来泡去弄来弄去。那如果说上班族很忙。没有像这样调配的话，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。现在事实上有一种代餐的概念哦，就是说你只要三餐当中用一餐或两餐来用代餐代替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冲水，然后那个代餐它里面矿物质、营养素、维生素都够的。对，但是热量低，这样的话就有达到减肥控制的效果。可有美食没姻缘呢，怎么办？啊？但是真的，Sam， 你是一直在等一句话？没有，好好吃。他也说好好吃，因为刚刚真的要讲老师，因为我没吃嘛，老师刚刚一直死不讲，然后邱医生在讲话的时候，他自己 Q 我。众人频频点头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因为这就是。不是因为点点刚刚会觉得说，可能如果做常常吃酱会很乏味。你看啦，然后回来讲，我其实他只说一个 OK， 你就讲说，对，这个心态你知道是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办法，就是你试试看。真的啦，嗯，好好吃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啦。因为这个感觉呢，就是。
一个小蛋糕。Happy birthday to， 而且我用鸡胸肉，他有在讲鸡胸肉，还要认同他。应该这样说好了，我替 Sam 老师说，有菜有肉，但不油，对，但又能入口，也只能这样。对啊，对啊，也只能这样，就是方便嘛。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话，不讲这个。黑人，我补充一句话了，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你每天过猪八戒的日子，你怎么能希望有孙悟空的身材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好吃，你藏在嘴边，你有不知道你没吞下去。假货的，假货，假的。好嘞，好嘞，没事，别动。哎呦哎。